据点战是对自由小队最具挑战性的挑战之一。OK， 改天再来玩。好，改天再来玩看什么据点战。不过这个地方，这个地下城，我们就正式结束了啊！有打过一次，也是个不错的体验啊。然后啊，下面怎么？这什么东西啊？这边有，哎，哦，有人在打哦，是有，哎，哦，没有，我看错了，我以为有玩家在打，哎，哇，好痛，好痛，好痛！哦，靠北！打三小。再，嘿，这一下，跑，哎，他会跑，哎，他会跑，好好笑、哦。好可爱！嗯，我偶然间发现了一个东西，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奇怪的标识吗？还是什么？Before you lies the final resting place of Legionnaire Garnis, Guardian of the Dawn. You have been found wanting. 我合格了。然后他说什么？这道神秘门目前无法打开。Aspirant, before you lies the final. 你生前，我的生前是什么？军团兵什么？贾武尼斯。You have been found wanting. OK， 这个是什么鬼什么鬼东西？好，那这边的哦，有苍蝇，好恐怖的苍蝇，这什么？好，这边打完了吧？那我刚好现在没拿到什么宝箱，哎、欸。OK， 这次结束之前来看一下它的一个风景啊，超漂亮的风景照，这个才是好游戏。3000多块好游戏就是这个。嗯哼，各位有没有看到？3000多块，我当初买的时候是3000多块，总比一些什么垃圾手游好多呀。好，那么这么美的风景看完了、啊，那看一下哦，我黎明要塞，我这边我可以传送过去吗？我改天再来这边好了。好吧，那这次就先到这里啊。那我们就可以回去看一下我收刮到什么东西。完成，然后拿到什么东西？这次经验值应该蛮多的吧？啊哈，跳过。有吧？手速应该破2000有吧？1300 ，OK。OK， 这是什么？我的位阶吗？然后，嗯哼，哦，联盟阶级3个，好。然后我拿到这个是我武器，这些是我拿到武器。What？ 好吧，先这样吧。感觉也没不知道有没有拿到比较好一点的。OK， 我们先回我们塔西斯堡，然后来看一下，来更新一下我们装备。回来了。闭嘴，女人。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装备配件的部分，这边要可以换更好的吗？有更好的吗？好像也没更好的啊。
好，那再来是个途径发射器。我这个是什么传说级的什么图什么三月之选途径发射器？它有增加一些，我看一下啊，它有增加那个、啊、什么维修量，然后什么护甲上限啊，还有什么充能，然后装备伤害之类的。所以我还是这个比较好吧。那再来，换别的，看一下武器的部分。我目前这把什么罕见级的狙击枪。我个人觉得狙击枪比较好用一点，对，狙击枪真的比较好用一点。哎，可是他说防重型手枪，他说增加防护罩的上限35%。我要换这个吗？我不知道我要换哪一个。哎，可是我觉得手枪好像也，因为我狙击枪我可以远远的狙击对方啊，那我暂时先还是先拿狙击枪好了，然后再来，然后这比较好吗？加10近人中地震战锤，地震战锤加10终极近人伤害，然后我这个是加武器伤害，好吧，我加武器伤害就好了。我不晓得后面会不会有更好的装备，就玩到怎么样就看看吧。装备充能率，然后这是什么？这个护甲，攻击立场，然后这是什么防御立场？我觉得用防御立场好了。不过我这个我可以换成这个，你看这个比较好一点。好，在手榴弹的部分，手榴弹我就这个比较好啊。好，那么就暂时这样吧，拜拜。